李志辉是辽宁海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。当选省政协委员以来，他积极建言献策，助力中小企业健康发展。辽宁海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通过组建实质性产学研联盟，提升自主创新能力，走在行业前列。李志辉带领企业走专精特新小巨人之路的同时，通过调研发现，受目前复杂的市场情况影响，有不少中小企业在生产经营中面临着挑战。希望我们政府的各部级部门啊，出台一些相应政策，支持中小企业的渡过难关。李志辉在调研的基础上，积极为中小企业发展建言献策，更加关注中小企业存在的困难和问题，把这些问题和困难呢，我们能够及时的总结和整理，形成一个提案，更好地助力中小企业的发展。驻鞍山记者报道。